教你一招让你必上热门，如果没有上热门你来喷我。我就是用了这个方法，几条视频连续都上了500多万的大热门。想要作品上热门，既要内容优质，还要学会这些技巧。我的一个粉丝就用了这个方法，也上了一个100多万的大热门。接下来我就把这个方法教给你，先点赞收藏起来，多看几遍。因为实操呀，不是说你看一遍就能够学会的。操作一共分为3步，最后一步呀很关键。首先放大镜搜索上热门，往左滑找到话题。我们看这里有很多上亿次的播放量话题，找到最多的点击进去，立即参与，然后从相册上传你已经拍好的视频。第二步，你发布作品的时候不要再费尽心思去找什么热门音乐，教你一招，直接点右边的贴纸，然后点歌词。这里呀都是系统根据你的作品给你匹配了很多音乐，你选一首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。第三步，重点来了，在你发布之前呀，一定要先点击这个音乐，点音量，把配乐调到0，原声不动，然后点下一步发布就可以了。这样我们发布的作品不但能蹭到上热门的流量，还能蹭到热门音乐的流量。学会了赶紧去试试吧。